迟先嚟今日另外一项嘅一级赛啊，2022年嘅加冕锦标，坏嗰只麦基一路都系咁起琴啊，冇跳啊。好啦，等埋星驰千里，哇，仲喺度跳紧麦基。好啦，十二番入齐晒啦，随时开闸准备。好啦，闸网打开啦，咁啊较为快少少啊，似乎系罗兰嘅平运起啊，大本旋转轨迹都快嘅，咁啊出边亦都系咧星驰千里啦，咁啊然后呢个豪快佳丽，咁啊外档亦都系呢个多重发现啦，最大难亦都系呢个风石之行嘅，好啦，咁啊跑咗大约200米嘅路程啊，前面星驰千里放头啦，咁啊首月第一位罗兰嘅豪快佳丽啊，走大外栏有呢个风石之行啦，咁啊跟住亦都系有呢匹就系呢多重发现啦，首月第五位仲有平运起啊，走紧三条，仲有暗色主义啦，咁啊再有少少有呢个果。后啦，然后呢个善德丽啦，大本嘅旋转轨迹守住喺中后嘅位置啊，贴栏仲有呢个盛望才女，包尾嗰两只啦，就系呢个酒红之味啦，同埋呢个麦基嘅，好啦，跑咗大约呢个400-500米嘅路程啦，前面星驰千里放头啦，风石之行守住个第二位，伏住落嚟第三位就系呢个豪快佳丽啦，而第四位就多重发现，跟住有呢个果后啦，然后有呢个暗色主义，最后少个盛望才女善德丽啦，跟住个拼运气，大本呢个旋转轨迹守住喺尾三位置啊，尾二就系呢个酒红之味，包尾就系呢个。麦基嘅差唔多转弯入嚟直路嘅时候，前面星驰千里率先入嚟直路啊，咁啊首遇到就风石之行啊，跟住有啲豪快佳丽啦，然后多重发现啊，咁啊跟住涉落难上，跟住有果后啦，咁啊再后少少嘢都系啲暗色主义善得丽啊，旋转轨迹都喺中档有啲进展噶啦，咁啊兜到嚟之后四巴啦，前面星驰千里领先啊，豪快佳丽率先上嚟挑战，中档上跟住有啲多重发现啦，大本呢个成旋转轨迹都望咗空啊，出边上跟住有暗色主义，兜到嚟之后二巴啦，大本旋转轨迹出边逢马过马啦，首遇到就豪快佳丽，咁出边上紧暗色主义同埋多重發現嘅，兜到去最後百零嘅時候啦，前面旋轉軌跡帶到你可以贏翻上啦。首爾隊就豪快佳麗，跟住咧多重發現暗色主義各種嘅旋轉軌跡贏啊！跑第二名睇似乎都係豪快佳麗啊，睇下第三名嘅多重發現咧，定係暗色主義啦。終於贏啦！哇，大超級啊！哇，勁到去到。咁都唔敢話飛得佢嘅，咁又唔得嘅，咁又唔得嘅嚇。呢啲提下敗仗贏曬啊嘛，係咁又唔飛得嘅，即係報個險就係手風唔順，一係就贏曬啦，一係就冇曬啦。咁啊好彩贏曬嘅。好快，佳麗都頂到個第二喎，睇嚟啊，11第二啦，二係咪第三咧？都影嘅好近啊！哇，都好接近喎，未必可能十二第三，要影啊！星驰千里就真係上車啊，爭啲。係嗰隊一千堅嚟嘅一二名都喺前面都散咗嘅，翻到嚟。好啦，結果苦戰到第四個賽馬日啦，旋轉軌跡啊，幫帶圖你贏咗亞視谷賽期嘅一級賽，傲千六嘅，不過啲經驗可能再練下氣。佢睇啲票數，佢唔係十分有把握，所以即係介乎得與唔得。即係可以再練下氣，可能將來得嚇。5号、11号、2号、12号啊，暫定嘅賽果。Yeah, I thought, well, I still got a couple of chances and no hole is lost yet. So, like Pepe said, it's hard to do, but you have to think out of the box and put yourself together and concentrate. Yeah, well, Frankie, well done. A superb horse.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好啦，咁就嚟到賽期嘅第四日先至攞到佢嘅第一即場頭馬，不過好彩係一場一級賽嚟嘅加冕錦標。呢匹馬就因為都要團隊特別用心照料啊，咁又跑完之後，其實兩歲跑完之後冇跑過啦，有啲傷啊，有啲傷啦嚇，咁去到今次賽前咧就即都知道只馬可以跑啦，咁先至俾佢出嚟嘅。好，準備咯，嚟啦，點都要跳下馬，唉。啊！佢都好嘢，跳咗咁多年，佢個膝頭哥都仲頂得順㗎。係啊，我過50歲㗎啦。係啊，咁啊訓練有數啊嘛！你叫我哋跳一嘢都唔得啦，我驚屈親。誒，我跳就冇跳到佢咁高，嚇，但係會痛嘅跟住。啊！恭喜曬大頭你啦！跳係跳到嘅，贏出加冕錦標啊！高士登同埋高素德。美國的代表豪快佳麗都攞翻第二，都算係咁啊！不過如果睇翻布爾學資助好大啊，真係你熟個場啦，幾時去攞個位？佢攞個位靚啊！豪快佳麗今日都好啦，睇下贏完呢一隻
大本可唔可以手風轉順啊，大圖利啊？我都係即係 full feel 噶，都細腳啦，係啊 ，full feel 噶。咁啊，29匹3賽馬。咁啊，因為多馬，所以呢場咧，我哋只有獨贏位置、連贏位置 Q 二重彩同埋單天入拼彩池同埋三重彩俾大家去投注嘅。呢場就1600米直路啊，就馬女跑啊，三歲嘅馬女，即係好似大不列顛錦標咁咯。其實不過女版咧呢場啊，都係三歲馬嘅，都係1600。凡宣布出賽馬匹咧，21匹或以上咧，位置有4個派彩。咁啊，今場就係啦。三寶喎，5、6、7場啊，截止投注時間12點。呢個三寶難度就高啦，5、7場啊，頭尾關。第六場俾六隻你，俾你撐啊，六隻買曬啦啊，即係買頭尾關啊，度度度掂係啦。頭尾關咪起碼話5隻啦。街面錦標亦都覆榜完畢啦，跑第一名嘅就係5號嘅旋進軌跡，獨贏派23蚊，位置派13.5。第二名11號豪快佳麗，位置派27蚊。第三名2號多重發現，位置派38.5。第四名12號暗色主義，連贏5搭11，派146.5。二重彩5號11號順序派202蚊。三重彩5號11號2號順序派2110蚊。單天係派649蚊。位置 Q 5搭11，59蚊；2搭5，80.5；2搭11，170蚊。四連環二5、11、12啊，1238蚊。四重彩啦，5號、11號、2號、12號順序派14538蚊。第二號馬鐵頭關13、17、19，次關二51派291193蚊。賽事完成時間1分39秒2。頭馬贏2碼，4.75碼位，2碼贏3碼，短碼頭位。